球队目前的状况就是要准备今年的校史第一个八强。对，那其实孩子们都还没有想象什么叫做八强。哦，他们也不知道八强要怎么去做调整。对，然后甚至他们会觉得说，哦，八强进八强，我的假好像变少了，我的过年的年假好像变少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就是还没有经验，也没有经历过。对，但是我相信这是他们人生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假。目前的话，其实上礼拜就是不断的去修正他们心理的部分。对，那这礼拜可能会透过一些比赛，然后我们会抓出一些问题。对，那其实现阶段孩子们，一些小细节的部分在要着重在小细节的部分在上面做修正。对，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比赛，然后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缺点在哪里。希望就是在找出。我们八强会遇到的困难，那提早的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做好准备。对，你们现在进攻连在一起啊，你们都没有忘，你们现在都忘了为自己队友牺牲奉献。我看到的是很多勉强的出手，去帮你队友制造机会。去帮你队友制造挡人，去帮你队友拉开空间，去帮你队友抢进攻篮板。不进都算我，但是我不要你们很勉强、很勉强的出手。我们每一场球不是只靠一支而已，靠一支我们早就淘汰了。我们靠的是大家的很无私，我们靠的是团队，我不是靠你们个人单打独斗。平常都是你在管秩序哦，刚刚看你打，对啊，对啊，好管吗？不好管。他们都怎样？听话就很好管了，他不听话就要用拳头。对，没错，我们是听话，最听话是听话，听话什么听话就我。我从不会打球到会比较打，会打了一点，然后到进八强，都是学长从一年级带我进十二强走一走。然后虽然十六那个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打不好，然后掉下来，然后我们三年级我们换我们带学弟进八强，然后可以进小巨蛋就进小巨蛋。一年级刚进来的时候，我就还只是个替补球员，就只是帮忙辅助学长。帮忙而已，然后到了二年级，到了三年级就要开始带领学弟，所以这三年很苦啊，可是大家都撑过来了，所以后面比赛大家都加油。像杰哥讲的，比别人差就比别人努力，这三年就是我们比别人努力，就是练的球时间也蛮长的，然后跑步啊、重训什么都练得比别人多，所以这三年下来就刚好。今年就有这个机会好好表现。最早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，没有办法想象我们会进八强，
没有想象我们会进十二强，没有反而想象我们进十六强。对，但是楚瑜他们这届很棒，我觉得他们让我很骄傲了。对，他们可以像就是可以让球队带领的学弟们达到一样不一样的境界。对，那也让我们越来越多人获得正面的肯定。那我们希望他们不是光复中学的第一届，也不是唯一的一届。对，那光复中学的旅程才正要开始而已。对，我们期待我们也可以在若干年后成为一个传统的劲旅了。